喂，闪电，谁呀？我是李成。李成啊，谁呀？不认识。山庄的大个儿，大个儿，你给我打电话干啥呀？上次咱俩见面的时候不说择日再战吗？我问你最近有没有时间？那啥呀，我那个这两天我要出门。你啥时候走啊？我明天就得走。你啥时候回来呀？那可不好说，我这趟出的是远门啊。明天回来，我行李证都到期了。啊，咱来，你过来吧。关键我这时间太忙了，我没时间呢。你是不是不敢来呀？我告诉你，你来我们山庄，我也不跟你决斗，我就是想跟你聊一聊。啊，那谈谈呐，那谈啥呀？就聊一聊小爽的事儿呗，咱都是成年人了，我觉得应该理智点儿，咱就把这个事儿放到桌面上摊开了聊。但是话说回来呢，你要是不敢来的话，那就算了。啊，那谈谈没啥不敢去的。你这样，我再忙呢，我这两天抽出点时间，我过去看你，行吗？那咱不见不散啊。那好了好了，他要来就给他来个瓮中捉鳖，这配合的咋这么不默契呢？来。这回默契了，我就寻思，你说我去还是不去？去不去呀？你看看说话呀！去呗，我去他揍我呢，揍你就挺着呗。那你咋不挺着呢？让我挺着呀？我看你刚才跟大个打电话也没有这能耐呀，跟我咋这能耐呀？那咋说话呢？那在电话里头我能跟他干呢？再说，你看你这孩子能捧点大哥不？能不能有点出息？你手里头还有没有人呢？我找两个。没有了，咋整这事儿不行哥，你自己就去呗，单刀赴会，挨打了还能讹他？嘿，你还别说啊，这主意还真行，没白跟我闪电混一回啊，还知道讹人了。